直接剪后面。可是我剪了之后，你是不是就变成了洗澡？不用啊，就满地都是头发，应该是每一天吧。然后手还很酸，现在就要买 Easy Ray， 12,200多，赚1,300。赚钱是来保护自己，不然手断掉了你就没办法拍。你想要开车，你就要先活着。对。熟能生巧。对对对对，真的快可以丢出去。你把黑大师，你就交给吉吉姐。他不要帮我了，对啊，他说明明又在人家帮我帮。那你自己解就好了，你就。我有，我都自己解的啊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帮你们解好，我自己实在是有困难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那你不是有镜子？很难，那个角度很难做，那边剪的角度很难做。对，然后啃下去之后再把果壳。那你就马尾绑起来，就直接剪一刀就好了。有啊，那个是长发的时候，我前一次长发的时候就这样，而且是就还是蛮果壳，就觉得那一定是刀的问题啊？没，不敢，然后剪坏了。不能不剪。不行啊，那个要整个夹起来。他的姿势太多了，有时候也不会多伤脑筋些。但他都是错误的姿势，他是50年前的课本，现在都已经改版了。不管不行。你前面在太厚，不绑起来，我下错刀会后悔莫及。你想要后悔才是？不想。你带人去街头两个时间拢有在看，马网路都有。我自己是有在看啊，可是他，我是啊，反正你这回家真好看啊，他开着阿妈规身躯啦，安尼长呢？长呢？人伊就无咧烦恼。好食啊！啊，你行过规头？啊我，啊你还走？就好了。说得好，阿妈你不要来。还走？我们洗洗的好啦。行过那边规身好啦，你不要。好食啊！去去的好。去去。你看，你看，心情不爱去用家，家己家。哎，爸拢讲，家己家家会好。家己家家变得较好看。嘎啦嘎嘎！啊，像烟花，甲因因迄三个讲啊，拢嘎嘎真好看。你两个女儿都是理发师。嘎啦嘎嘎！啊，你这回嘎嘛真好看，都、就是啊。你要把我头发扯下来。啊、嗯！你等下再拨，你等下拨。拨。你要我飞起来？对啊，飞的意思是波的啊。啊，飞不是飞起来。飞甲飞那个。飞哩飞飞。声就不一样。飞哩飞飞。你是要哪一型的？随便型。就是你做什么型，我就有什么型。你是造型师，你喜欢爆炸头。没有，我在修。啊，飞飞的是吧？我觉得先就这样。啊，你这边剪就这样剪，还是你有剪？因为看起来是一样，因为你的头发主要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会我都乱用吗？可是你不会这样拨啊？也会啊，我就是看心情。看起来是一样的 level 的就好。你送的洗啊，拨拨吧。还吸我？还拍最强？拍最强，后面吸起来吧。叫那个那个工会的人，然后讲爱开安尼暗的，就是